嗨，大家好！打假网红铁头近日被杭州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依法立案侦查。事件呢是发生在今年五月，铁头团队涉嫌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，并许诺交付后为其提供保护。最后，该直播主只能转钱。目前，铁头等已经被拘留。铁头依靠博人眼球的维权打假，并以短视频的呈现方式成为国内互联网上打假第一红人。并在频道被禁后前往日本靖国神社撒了泡尿，赚足了爱国流量，因此成为无数网民心中的打假英雄和爱国英雄，甚至被某公司邀请前去参观访问，排面十足。但此次被拘事件后，想必网红铁头的打假视频会沉寂一段时间了。铁头被拘前的最后一次打假是发生在今年七月上海的一家金店，铁头受人委托前来打假和维权。以往我们看到的都是铁头发布的剪辑好的视频，通常也就几分钟，而这次我还找到了店员一方拍摄的较为完整的视频，按照时间线将其放在一起，两相对照，你会一窥这次维权事件的全貌。期间还发生了在镜头之外，铁头团队一名成员似乎陷入他人的家庭感情纠葛，当然其中还伴随着一些口吐芬芳，已经做了静音处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立刻来看。我报警，警察已经报警了。小偷，你以为你在逃脱法律的主犯吗？你现在不要在这里弄什么了，就你这样的人还打假吗？怎么这样？民警啊！哦呀，这个所有人就是一个无知，眼皮子厚，你在说吗？这个所有说说的真好，眼皮子厚，发现面具，发现面墙，因为我老哎呀，我明确告诉你啊，证据呢？这个东西俩不相比，你们你说我什么？对对对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你破坏我家庭，还有承不承认？还有你承不承认？你说我强奸你老婆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强奸你老婆？你没干过。如果说我没有，你要为你的所说的话负法律责任。可以，可以，各位拍拍手键。可以啊，强奸你跟我老婆立案了吗？受理了。哪里受理了？你有没有承认？哪里受理了？你有没有承认？我没有承认。关系没有关系。警方那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承认了这个事情。知道吧？你还在那否认？报警啊！说实在，你承认了，当时你说吧，你别以为你能逃脱法律的。那你看看到底能不能逃脱呀？你这个无赖，你到那你是什么？啊，你就是无赖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盗贼，你是小偷，你做了四个人，都做知道吧？我跟你讲，这网上大家都知道呀。网上，你看看他的嘴脸，我的嘴笑他的嘴脸，你等着，你们是什么？你就是个畜生，脸都红了。怎么样？我说你怎么了？脸都红了，畜生！我呸！来继续，畜生！继续，怎么了？来看，来，来，呸！哎呦，恼羞成怒啊！你看看啊！哎，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盗贼破坏我家庭，现在还在这里无理取闹，知道吧？还不承认这个事实。警方那边、叔叔那边已经说了，知道吧？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。你有没有跟我老婆商量？再商量，再商量，对，商量了，不能那个再商量了，你看，再商量。对策，这个团队又开始在研究了，研究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你跑得掉，你跑得掉，来来来，给你拍，给你拍，来，民警来了，民警来了，民警处理。啊，你们跑得掉，你们这家店。你们也不要跑。来，不是警察来了，什么不要着急走啊？你们在说什么胡聊不是啊？啊，不是我来了，什么叫一伙的？那你们还是一窝的，你们还一伙的？啊，你们就是一伙的呀，都已经来第二次了嘛，对不对？第一次，我第一次，我惹他说第二次，没有惹的你说。你给我不用那么客气。这几个人是吗？谁骗子？哎呀，我为我的钱。大家注意好自己的东西，不要被偷了。大家都看好了，千万不要被偷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小偷都跑到那里贼喊捉贼。我们这里有小偷，你们注意安全吗？不理他。哪一个？哦，来一个，看好东西，拿好东西，来一个，来一个小偷，看好东西，看好东西，有小偷，有小偷，录视频正好，录视频。坐在这里，我们都要给你看好。我只知道有小偷。好吧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偷谁？看到自己注意安全。偷谁？偷谁？现在他们都在外面吧？偷谁？就因为是在外面，他偷呀，方便你偷呀。警告一下，我们可是要戴帽子的，警告一下，帽子脱了。喂。惯犯，惯犯就得注意点。
快门都锁好。有啊，现在来了两位民警，现在来了两位民警已经在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一个矮矮的亚裔酒店，里面现在很多人呢。谁报的警？来，我报的警，民警啊，我报的警。你们的领头人呢？你们领头人怎么跑了呀？你们干什么的？怎么敢跑啊？你们往强奸犯跑了。对啊，强奸犯怎么跑了呀？对啊，坐三次牢的人怎么能让他跑呢？报警！那个铁拳就是坐了三次牢的人，铁拳坐了三次牢呀。你干嘛，老头？你搞那个人？你别动我！离我远点！你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东西？来！兄弟们，点关注，点关注。他故意挑衅我。不点关注直播。说团伙，说什么敲诈勒索？我好好的没吵呢。他们的事情，外面事情跟我无关。我是买黄金受到了欺诈来维权的。啊，你也怪会演戏，你也挺会演戏。那，这是我的委托人，我是我的司机。买了一个黄金，就是要。昨天买，今天买，你看他好不好意思、啊？民警在。你们拿出来证据，好不好意思？是这样的，都坐过牢的、犯过法的人，还在这边拍拍拍，有意思吗？你们长大情侣干嘛？我乐意啊，我乐意拍，你们也在拍吗？你们不也在拍吗？你们不也在拍吗？乐意，我高兴啊，怎么了？不要吵，吵什么？假扮情侣过来买东西，自己挑的东西还来惹事，丑恶的情侣！哎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假扮情侣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自己假扮，不要搭理他，这种人，这种社会败类，不要搭理他。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话啊，你们其他人没权利。你可以跟我讲话，他就是假扮情侣的啊，一定要注意。那个就是买了黄金，从买完到。直到最后他接电话，也就是20分钟前，全程不告知这个黄金的个数。黄金是一个标品，就是每个消费者有这个权利知道这个黄金的个种，他也有义务在销售之前和在发票上面告知消费者的这个个种，并且帮消费者称重，但是没有。然后我现在要求他整改，所有的不管一口价也好，非一口价也好，必须在经营过程当中告知消费者各种，我说的是黄金啊，没有说钻石或者说首饰其他东西，玉器这种东西。可以录音了吧？去消费者询问了。没有啊，那我现在是寻求民警同志的帮助啊，然后帮我联系消费者权益，不是消协、啊，市场监督管理局。干嘛？你叫那个人过来呀、啊。这样，我们两人，就我们两人，没有其他人。穿黑褂跟这个事情没关系。我的想，一群地痞无赖。他跟这个案子有没关系？他们现在不是说有那种情感的个人的纠纷？别吼呀！你等一会儿，突然打到别的孕妇，不是，就是这个黄金的欺诈的东西。怎么有这么多人吵来吵去的干什么？你又干嘛呢？就我们两人，他买的，我买的，他买的，我委托他。那拍什么？那拍我。没毛病啊，没毛病。对啊，那您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了，对吧？我们也不会乱发，也不会拍。那您拍，我们从来拿不到老百姓，对吧？我们就要作为证据，对吧？那不，我又不是没要。我们不拍民警同志，拍我，好吧？这个是委托书，这个是现在的购买文件记录啊。到最后问那个叫谢薇薇，没有了。就这一个黄金是吧？啊，就这一个黄金吧。就今天简简单单这个黄金的事情。不是，这不是克重，这是999，这个百分号，5G 是他们的工艺。你这个尿？99，好耶，15000了。这个是价19553，便宜了一点啊，折合下来嘛，一共好像是18克，是差不多1000多一点点。哎呦，跑到哪去了？我快说出来话！要不你们说法律责任？干什么？你别跑！你别跑！再给我一下！打了我了！打了我了！打了我了！今天怎么了？打了我了！今天怎么了？打了我了！我打了我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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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了我
哎，你动手啊！牛逼的很了，操！江一人很牛逼是吧？不认识，你要找的地方人是真的对呀，转眼就不认识人家了。你过来找什么找啊？来干嘛来？你跑什么呢？我又不跑什么呢？你跑啥呢？你跑什么了？东西啊！我知道你干嘛跑呢？我跑你有什么跑的东西啊？你跑什么东西啊？你跑什么东西啊？对吧？行吗？就一个诉求啊，没有开一没三那个诉求啊。你说我给你个诉求，怎么会演戏？有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？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，这个新的客座侵犯了我的知情权。我要不要上次来讲的话，这个是最大的，不算客套。将近1000块钱一克了，把录音给他。1万9000多，18块，然后我忘了。崔哥，我给你讲一下哈，当时卖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是当事人，我可以把全程给你讲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。我是当事人，我可以给你讲，包括我们也有录音啊，我们也有录音的。售后跟他讲得很清楚，他买的就是定价类，还有就是这个款式他进来，我跟他拿来按课，他自己挑的这种，并不是讲我就推荐他，他就挑了这一款试了，他就要这一款，就是很好讲话。但是你买了什么东西，我售后也给你讲得很清楚，我都写到上面了，以后怎么换的哈，他也是有知情权的，包括他带了一个女孩子来，主要是他对象，我们也跟他聊得也挺好的，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么无聊，就专门就是去搞这些事情。别管人家无不无聊的，你这我们就不是生意来买东西的，我们就是来博流量。你说完了跟警官说一下，我不打断你说话。可以，继续。我们也有监控，都有的，对，你也有。我是委托人，委托人是吧？叫受托人，那位是买的人，他是我的司机。你们知道那个长牌屋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派出所，我今天第一天到这里。那行，那你们跟我回趟派出所。好的，我们那个人好的，一下好吧？好，没问题。我们开车走还是坐你的车走？坐我们车。好，来，我们两个现在把摄像头关掉，咱们走。那个咱们冲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车。好，走了。东西都带齐了，就来找事了。哎，搞事了！这个今天一天你都搞不掉了，搞事了！